对，虽然从清楚的是讲，咱只有前头到地领馆，如果若无地领馆，咱拍拼搁较久嘛无效。虽然讲真情，过真情，咱真情刚好，真情刚好。万一方向目标若唔对，够有可能愈行愈远。啊，有无？虽然个方向同目标绝对爱对，所以他就要时时来讲，咱这个书爱导正，这个爱导正。所以呢，咱要做一公一公，莫以犯一切理，为咱自心中常开不止一见。啊，想怎？咱今仔日无法度开不止一见，咱敢知是安怎？我看啊，坐张凳是安怎？我嘛是小讲，我无法度开不止一见。那我现在回去。为什么？看你坐呢？以前我嘛做江苏呢？为什么？那下不真呢？在咱这个所在，咱自心中开这个不止一见。我张凳呢，就是安怎无开？多一点，一点一点做啥呢？单头坐平去。这人什么人？这人什么人？这人叫做我。嗯。我给我家己骗去。对啊。我看到这金灯里啊后呢，我看看，这佛陀太写啊真好啦，我心怎有这么轻松？不舒服无？今仔日咱啊开这个法会的时阵。当这公话不来，咱老师来，咱师傅来，咱南海公不来，甲咱讲，咱敢会心内做安尼做清净，有无？嗯。有嘛？啊，等伊嘞。哈，这鬼汤味啊！敢会？会。差一对，差一咱去互咱家己骗去，啊哪骗去？我学着这物件了后。我当作我一定开悟啊，我一定知影啊。所以当然，咱所怎把这个佛的这个地，咱讲佛的这个地界，唔是咱去开咱的地界，而是咱种下一个种子，在咱的意识当中，我开悟啊，我拢会晓啊，我拢足够好啊，会安尼咧。安尼呗，其实会，会哦，我就跟你谈起，所以当咱这个看到色变色，后壁所怎变色，咱人的一个色，变成咱人的色底，色底哦会影响伊咱，所以到一天的时候，换咱家己出代志的时阵，咱有可能惊袂出来，够有可能，嗯，有无？我佛法听了较济啊，我去甲你做讲师，又较难安尼哦，又较囡仔讲我白就对啦吼，吼，迄落咱啊有去唱完着，大家吼，迄落卖袂了好学啦，因为好学今天是讲较比较歹一点，我咱老得罪大家吼，迄落关掉啦吼，遐讲甲你，我当做我个吼，啊，咱敢有甲你唱来着？咱敢有甲你唱来着？嗯、这叫做所知障，因为我因为我家己所知影的知识，所以产生一个心理去影响着我家己，去真正做一个在正确的所在。我唔是在正确的所在耕耘，我所以人对耕耘呢，同我的不识田中，伫遐咧种一个，我知影这个道理，咱够行。差哩，咱今仔日无行，今仔护法，今仔护法吼，唔是咧去印证别人，苦境咧看是咱印证咱自己。我今仔敢有做到今仔所讲即个部分？但是咱今仔看到苦境，看看了吼，开始咱可能会去反省咱自己哦。啊，到尾咱会去安怎？替别人检讨，有无？咱会替别人检讨哦。我看这个都无自卑，伊做家呢，拢安那啦，福建讲安那啦，所以伊都无自卑。哎嘞，吼，这福建讲安那，福建都无想好解，
心的，他们安心哦。有他什么祖先？有他妈的安的，吼、哦！但是咱无讲出来尔，我这是在咱人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从细腻的所在，咱心内会安的想。有讲无讲，搁一回事，是无？所以咱大家拢在学习，啊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咱讲重点就是我有行无？我有没有去做动作？这个动作对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咱要做什么？吼，我们要开国际之剑，甚至我爱想开，我时常去开我忽然间意见，变那思想去开，就是不断去行，不断去行。咱刚刚听过蝙蝠，看过蝙蝠，蝙蝠带队，伊是从带迄个洞内底。我们在外面我们去山顶啊，有时阵迄这个洞较深，啊，外面嘛是不是蝙蝠拢诶？伊内底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蝙蝠呢，伊目睭无好，哦，这厉害，目睭无好，这么高贵，咱人若是山洞，伊安尼讲，安尼讲，敢会去挂着？咱安尼讲，安尼挂，啊，咱用啥去挂？是不是也会？电话破案，电话嘛无得，反正都发到照光。是无，啊！但是蝙蝠伊到插电也会，伊到手机会当开灯，内容嘛是无。啊，所以蝙蝠伊安怎行？蝙蝠吼、哦，伊有一个声呐系统，伊今仔日飞到到伊伊迄个大个啦，伊就知影讲，虽然暗暝蒙晒，伊目睭阁无好，啊，所以伊飞到到伊迄个地方嘛，伊辛苦地去感受着讲，哇，很厉害，跌倒啊！厉害啊！所以，咱怎么看人看个蝙蝠诶？太大过，唔爱啦吼，就较要厉害过啦吼。啊，迄个鼻啊吼，你爱安尼，咱后摆人就爱看一个鼻啊，就较拢想讲吼，这蝙蝠鼻啊，它是弄掉弄掉的，弄到那时候有迄个的骨裂安尼啦。吼，啊所以，哎，因那个蝙蝠，伊倒是过一摆就一片。唔是呢，伊嘛不断咧修正，修正修正哦。哦，我平常去哪到这个感觉，哦，就是安尼，我安尼，我第当买出去啊，我就袂去弄掉，是无？哦，所以咱人就是安那，一些病就是不断咧修正，咱人嘛是小人，不断咧修正。所以咱平常去无法多一步就开，我叫做根基嘛。哦，咱平常去根基嘛无够人上一代迄种啦。咱无法度一步就随开，不止一个时阵，咱爱相信、相信，不断在、不断、不断去做一个修正，这个是咱人的感悟。所以呢，咱讲这个正本清源的，定来讲咱个人健康的所在去做一个耕耘。咱讲正本清源，咱这个源，咱这个根，都爱甲导正到咱通根上个。咱这个源头，咱爱先甲去打这个枪。所以咱一只爱向咱的心中去，你啊，吼、哦，唔是负面，要打咱心中，咱爱指向心中去。所以咱这一点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当然就是风用，吼，一个就是风用。所以咱讲，今仔日咱谈运动，大家讲咧讲咧做功业，咱讲咱过一句，做功业嘛吼，真功实业。在发心中无在收获，吼、哦！咱有一个故事，伊也是大家拢听过，甚至无听过，可能电视嘛，他看过迄个《达摩祖师传》，伊也是算是了解的。有一个故事，一个电影，起码有哈，就是好像最近咱也看，其实这部以来，吼、哦，伊可能有三十档了吧，伊拢会一直咧重播，一直咧重播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也看迄个片仔来讲啊。迄阵梁武帝，伊个算讲当这个达摩祖师嘛吼，就去找这个梁武帝，我希望会当弘法的对啦。所以梁武帝迄阵看到咱这个达摩祖师的时阵呢，也是地动如山，吼，真，迄个地的地就讲一句讲，我自从坐位以来，做庙时敲金蛋，多足地
荒谬。我咱到想的迄个画面，我迄大红迄个，咱迄两股地，我，我这叫什么荒谬？是什么意思？吼、哦！当然，咱老邓这个两股地就甲讲阿公，啥那么荒谬？咱大红都是甲回讲，子弹能添小火，有肉之衣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我咱即卖先话，我带咱个来解说，来咱个《大妙祖坛经》里面。一天有五祖叫伊去到遐个人拢来，都伊拢来嘛吼。伊讲我向你们说，是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。就是讲，咱大家大家每一天，每几天都常常想讲要求这个福田，无要求这个出这个生死苦海，吼，就多这两段啦吼。我咱今晚来看这两段啦，对啦吼。咱明仔日，吼，因为圣公讲要再嘛吼，涵养再提升，心灵再进化啦吼。咱只个是讲咱明仔日上重要的物件啦吼。咱明仔日有时阵来分层，咱到因所求，有哈无讲唔对哦？我歹势有哈无讲咱大家唔对哦吼？这是叫做一个会议，每一项拢是安尼过来。明仔日咱可能有去想着讲。我无这种想法，啊！迄个人有安尼，有咱去替人检讨啦，有无吼？咱爱知影哦，囡仔去咱无安尼想，是因为咱累世以来根基，互咱囡仔会当无安尼想。咱敢卖去看，咱敢卖去看清别人？袂使哦，谁也袂使看清别人，因为咱嘛是安尼行过来的，只是有可能毋是这世，有可能是这世，咱较少年的时阵。咱刚开始的时阵，受过教育了后，咱想法就无同。但是，如果人是即世，互咱一切都意外啊，迄是因为安怎？咱本来世之前，咱嘛是安尼行过来的哦。所以，为什么不要轻视初学？第一，每一个人佛性坚定；第二，这叫做贵定。这叫做贵定，咱爱尊重每一个人在修行的路上。伊所行的过程，伊嘛是在伊的过程在拍拼。咱有咱的过程，前辈教前辈教的过程，后学有后学的过程。先父嘛是安尼教咱，所以伊徛人一个点叫做尊重，尊重咱每一个修行人的过程。所以呢，咱来看，咱今仔日在这功德迄个时阵，有时阵咱会去想着讲。啊！我若来参拜，我有功德；我若做善，我有功德。有时阵咱袂安尼想，但是当咱有需要的时阵，会安尼想的，加减甚至绝对的是安怎？当咱囡仔若出代志，当咱爸母若出代志，咱敢要做功德要紧袂咯？嗯，袂咯。算命，我倒是咧讲个，是无？吼、哦，算命，但是。咱囡仔伫心中爱知影安那用心中业力思维，总归爱清楚，不要去贪功德，是无？不要为了贪求功德而来做什么什么事。卖甲咱家己功德算到变成福德，啥物叫做福德？伊讲做事，哦，做官啊，哦，听开啊，写抄写经典啊，不讲道人啊，拢有功德呢。但是安尼咪哦，来，伊讲咱的祖师甲咱讲，子弹能添小火，伊有咪无？伊有迄、那个，伊有迄个宝无？有无？有个无？有哦，吼，绝对唔通讲无哦，吼，咱思维一定爱清楚，因咱去倒对一个空章，清清楚楚，咱就知影我要安那去，我要安那做。所以，因咱去咱做这种做庙事，开工咱讲开庙。寺庙啦，道人啊，抄写经典啊，有讲对无？有，有过无？有，啊，这种袂无？袂啦，人讲无来哦，哎呦吼，哎呦吼，人讲福慧双修嘛，是无？吼，哎呦，唔通足勇敢的，我拢无爱，吼，到时阵就知，吼，到我做完的时阵就知哦，吼，所以唔通遐。人天小火，什么叫做人天小火？大家看这个，
有他们抓公跟十八戒，哦，对咱下卡，吼、哦，咱下卡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跟佛，哦，咱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啦，吼、哦，比照。二十、三十到一百分，有无？咱要讲人天小果是几分？人天小果就是人界跟天界嘛，有没有？嗯。有无？看你迄个红人，迄个所在有无？哈，五十。五十六层。哈，六层嘛。有无？看你迄个空层有无？啊，前那叫做小果。来，咱敢有听过叫做四圣六凡？嗯。四圣六凡有听过的。嗯。哈、哦，前那人天叫做小果，来咱六凡，天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这里叫做六凡，叫做六道轮回。嗯。啊，你讲听，从那边讲，伊那个，但是虽然伊较好，但是伊也是当轮回之中。伊脱离不了，即叫做六道轮回哦。伊无进入圣灵迄个境界，心境还不够，心灵还不够进化，涵养还不够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人讲正念就是有福德。袂输讲咱今仔日一个妈，吼、哦，也是算讲一个我伊个流水，吼、哦，伊个流水，佮袂滴了。来，这个汤啊，这个水汤啊，一个汤，哎，滴滴滴滴，不管大汤细汤，到有一天的地料，伊就叫做涌肉嘛。啊，所以这种物件都未输硬，主要对于咱边啊，无湿哦，哦，伊有物件无？伊讲我这个有，但是无湿，无湿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来看，吼、哦，有较侪无迄个图片，所以咱即卖大家用心。有那个一小想象的对啦吼，咱即马想一个有一个佛寺，吼一个寺庙的对啦吼，咱一个佛堂道场，我看要去外边，不要紧，即马在咱寺庙上哦，咱敢有去开啊？伫山顶哦，敢有去开啊？有哦，咱的这个佛堂呢有几个空间，阶梯的对啦，咱敢有想到阶梯啊？嗯，敢有阶梯伫家己的心中出来啊？敢有？嗯，好啦，即马。烧伊边啊有一套碟啊，有无碟啊？倒出来啊，有哦，倒出来啊，有无、哦？来，天空顶，天空上有一轮明月，有一个月亮，月亮有光照伊这个，那么一套有镜花镜伊这个该阶梯上面，到迄个影像出来啊，嗯，到快点影啊。咱家己的心中，到有看到你的影啊？嗯，有风好来，一阵风怎啊吹过？吹过这个叶仔皮，来叶仔皮干嘛摇？哎呦！有风，叶仔皮咧摇了，涂骹迄个正够咧害。叮当的，来，叮当。咱这个佛堂，咱这个佛堂，迄个一砍就砍，顶悬的这个灰尘。顶悬的这个桥啊，到因为这个一号的这个影，比这个石甲这个阶梯顶悬的害，伊就扫掉啊，够扫掉。无、嗯。无、嗯。这就是咱在咱小用的救命一句话，叫做“滴影扫街”，应该是街啦吼。嗯。如影扫街，安怎呢？尘不动，尘不动哦。哦，虽然讲。因那个一种物件，影有无？有，你看会到伊真正有存在，但是无实在。它不实在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人无去做些落实的动作。落实，什么叫落实？就是咱去行，咱无做些动作。所以因那个爱去决定讲，我因那个是哪块情形？因那个只是决定，意思就是甲咱讲啥？我因那个我有决心，我要修行无？拢伊个我心我咧想伊无，吼，或者是我是咧听一个讲，我去做些寺庙，我度足济人安尼尔，我真的有没有要往自己的心里面去？我真的是要来修行的。如果你今仔日，咱大摩祖师甲咱的梁武帝讲，你今仔日咱做功夫的时阵，如果梁武帝伊个经验。
那正确的那个心地上面去耕耘，好，所以那你们来修行，修行不是休闲，好，不是休闲来家小乞头，好，所以这是平常的尴尬，就是咱心内太多，我今仔是起来修行的，我唔是来休闲的哦，这差得多哦，那时候对人乞头也好对白哦。哦，虽然养后会，然后没有慧根的要慧根啦、啊、哦。但是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，我要再提升、再进化。咱这位就无法度、无爱、无法度、无工情色，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整个思维往上提升、往上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为什么要修行？有人把修行当休闲。心境陶醉在里面，为什么陶醉在里面？我今晚的我今天自己都没搞啊，因为我今天我来休息呢。嗯。哎，这个不是陶醉哦，啊，个人安怎？啊，厝里真正有够忝，我是来避冻不等好啊。嗯。讲真，连修行嘛不是麻醉哦。我那天那天听到小孩想起起来，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努力？这个破名字一定要一定要跟你怕命。你想要我们回家，变干呢？哦，我们家有够无温暖，我不如来当公司做工课。阿妈，借工作麻痹自己，麻醉自己，是不是？一到是真正对这个行业做有兴趣，无一定哦。所以你们修炼一直在讲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休息？我想那边修，我的心脏，我的心脏病，我的心脏伤康的，我不能来修炼。是为着我明仔日捐十万块，捐了了后，我赚一百万，感谢阿弥。我赚的是我布施十万，上天慈悲又拨转一百万给我。我们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吗？重点是了，假不是这种心态。咱有这种感觉，重点是了，假不。我甲这个王爷，这个假不二十万，好唔好？我今年赚一百万，以后百万我要来假不，喂。但是让你让你想，让你想来看，我今天来休息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咱主力，我能不能解脱？你那边咱拢在拍呀，咱拢在前进。我今那边敢有法度在？我今那边会当解脱的所在去做真正前进，在正确的方向去做努力，而不是在世俗的生面上，现世的情面顶的话去做耕耘这些东西。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说要你让你要想要来修炼，这点，咱这更磨这个心，咱这个心带到你跑出来。我为什么要来修行？我为什么要今天这个时候我不去玩？我要派这边来上课。好，是不？你那边来讲，这咱得这有物件的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那个人，咱的这个公司有讲哦。这其实到较少人咧讲一点，大家拢讲，啊，遐拢讲对啦，是无？但是重点其实是这句，吼、哦，啥物叫做真功德？什么叫做真功德了？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。伊讲，尽智妙缘，体智功勤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事求。较少人咧讲这句，拢讲头前一样。所以这句咱先讲特别，伊讲这种的真功德，唔是咱用世间一切任何物件会当得来。啊，上面叫做净智妙缘，咱讲较简单就是咱的佛性，咱的自性，吼、哦，咱的清净的这个菩提，吼、哦，是这种的，咱会当做这个真功德，吼、哦，嗯，是以世间所有会当物件来举办。啊，到底是物件，重点是这后边这两个，这是叫做体质空净。伊这个体，就是咱在讲咱这个菩提，伊个菩提就是这个本体就对了，伊本质就是。空呢？什么叫做空？就是讲，咱咧讲魔术珠，没有牵挂，
是讲这句，伊的意思讲咱世间足侪生灭，拢是生跟灭，生跟灭。啊，你的心就是安那，对这个外在这物件创造出来起步，起步，起步。当咱的心对外在的这种世间的一切的起步，咱的心未对的起步的时阵，未对的起步的时阵哦，咱的心就直接救到。咱讲是灭鬼了，这个世界。咱讲一个较简单的例子，什么例子呢？三岁囡仔，吼，恁啊，上着咱，若讲去去朋友家咧，即阵我都生对双胞胎嘛。三岁、五岁，囡仔敢会有着要玩具？五岁都来吼，敢会伫遐咧相拍？手甲变变，着都会相拍咧，吼。相反哦，咱五岁囡仔，吼，迄讲兄弟姊妹啊，吼，为着玩具会相玩。请教一下，囡仔咱若做老爸老母，细汉咱会含家己囡仔伫囡仔玩的玩具，会小玩嘛吼？当咱三十岁啊、五十岁啊，看到这个玩具足好耍，敢会甲囡仔讲想，互我耍？敢会安尼？袂嘛是安怎？玩具到咱这年龄，敢够吸引力？敢够？烧烧，哎呦！
看这个布，大爱看，骨力甲看，袂使硬吗？好，较拍拼看的哦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好来。应该是时间无啥够啦吼。够人即下看这条布变红色的，小包一个红影，敢有？应该是无，因为时间较短啦吼。咱后边互恁等长吼，下长包都看看吼。看，然后咱看边啊，伊个变绿色。吼，啊，做咱讲是看绿色，伊看完变红色，像咱叫做互补色嘛。这高中、高中的时候，咱有学过。哦，因为是安怎呢？就是讲，咱今仔日咱个目睭会因为长时间同一个特定的刺激，吼，因为适应，然后来做改变、崩下迄种的感觉。啊，所以咱讲今仔日。哦，伊讲这物件会当是先方向快些，吼，温度这温度会使哦，吼，伊会去改变，哦，伊会去改变哦，吼，可能刚刚诶好像不是这个样子诶，吼，所以呢，咱讲今仔日，咱所感见闻觉知诶，敢会造成咱诶迷惑？来哦，咱看这绿色诶啦，中迄个，咱感觉是顶悬迄个较长，啊，下骹迄个较长。顶管较长啊，顶管比你较长嘛吼，哦好，有人来讲哦，来咱看蓝色的这边，中迄两管是顶管的较长啊，下骹较长。顶管的较长了，好好好来哦，咱甲边仔这拢甲剃掉。咦、欸？嘿嘿。哇，吼，咱这浅显的生肖真正够好，以后就是要这个好个。边长够边长。哦。我亲自用我的眼睛去看的哦，刚刚有错觉，刚刚有错觉，有看到我跟我头臂棒哦，吼，真正是就是这两就是画边啊两边都看开比较长嘛，所以呢，即个我在翕相无，你爱摆什么 pose， 你的脚开开长，有无？我阿伟你摆什么 pose， 看到 everyday， 有无？有咧无？好，所以伊就是咧看迄个视觉，所以咱真实，含咱今仔日的现实，含咱今仔日。现实界跟真实是有落差的，这个叫做错觉嘛，是吧？好，所以，咱讲你们，不要为这个见闻觉知所惑。好，那你们那小公仔还在讲异化嘛？哈，那你们那耳化是为着要磨咱家己的心哦。嗯。哦，阿爷来劝告咱家己人哦。咱阿做讲有佛法嘛，是无吼？看足侪法嘛，吼，世界所有你可一旦看到的，一旦感受到，拢叫做法嘛吼。来，来就较请教一下，法敢会当互咱修？哎，互咱修法嘞？敢这法敢会当互咱修法？法敢会当互咱修法？哎呀，没有法。法敢会当互咱修法？来，各位真的厉害，都问一句。来，卫生纸等底。垃圾桶。垃圾桶啊！啊，咱若擦清气啊，是安那迄个卫生纸来到夹袂？敢要夹袂？老师甲咱讲无卫生，是无？
所以今仔这个法，咱这个法来专心念哦，这个法到最后也是没有去。所以今仔日也要再请教一下大家，今天可以让我们成佛的是这个法，还是我们的心？心。对，是心，千万不要搞错这个重点。所以讲迄阵，讲五祖。就甲咱讲哦，今仔日咱会当心，不是咱的心。所以今仔日这个法，咱来学习了，要成长无成长，要提升无提升，要净化无净化，是咱的问题，还是好前人的问题？咱家己问题嘛，若到时阵去怪好前人，不怪经理，怪遐人，是无？咱家己的问题哦。所以五祖当时候他跟六祖讲了什么？法则以心传心，皆利治物治解。以心传心，爱把这句话讲出来。哦，他讲说，哎呦，五祖很客气，五祖讲的是真实话，伊不是客气哦，伊不是甲六祖讲你得较谦虚的，唔通讲这拢较多的，不是哦，他讲的是真实话。当下，当下，心中，心中。啊，那要看到净土，是用咱目睭去看吗？你那要看到净土，要用啥去看？讲伊真诶，要看到净土，爱用咱的目睭去看，用我们的悟性去看。所以，咱的祖师，咱的人有做法甲咱讲，你那去看，看讲，我今天能不能去觉到我心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所以就他做迄个动作，就他伊时间无时间搞掉，不做这个。就他要甲大家讲啥物呢？咱今仔到底是要讲啥物？嗯。来，今仔阿叔阿公，在迄个短暂的时间里面，我们比较亲近的，至少比我刚刚来到佛堂的时候，外心有较清。那我到底在烦恼什么？我到底在忧虑什么？烦恼过去，到今嘛所在所发生的代志，搁忧愁啥物？忧愁未来了发生的代志。所以咱要检查啥物？咱的烦恼含忧愁，就是来自于过去含未来。咱就是咧觉察这种所有物件。哦，只要觉察到这种物件，咱就是叫做闷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净土咱是会当在当下咱都去发现到，无去想啥。
无去想啥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就是咱心内真正的情况。我安尼讲说，你毋是叫我家己，叫我骗我家己，什么我去做这个动作，毋是骗哦。迄叫做我来练习，练习我如何去安顿我的身心。我们要练习，就是习。先讲我如何把外口的物件去甲摒除掉，让我会当不生一念，我去练习安顿我的身心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讲第一就是不以干闻甲彼所动，当你甲你动的时候，咱这个动一定爱有动。啊，动是啥物？动叫做平衡，平衡你对彼自在的心，咱要去掉这个鬼的心。啊，所以咱还做咧讲舍妄归真，世界上上大的妄是啥物妄？叫做有。咱世间人哦，我们人哦，心里面最大的妄是什么？有。咱动作世间的一切是实有的，有无？有，但是你不实在，有无？好，伊有哦，但是不实在。有一天的原生原灭而破灭，所以呢，咱讲咱平衡是咱的这个心，但所以有人讲平衡，干那简单呢？一个月赚十万敢会平衡？有人赚三万就平衡啊？有人赚十万就平衡？哦，有人一个月开三千就平衡啊？有人一个月一千一顿开十万都袂平衡，是无？在咱人的心，所以呢，咱讲伊那个得平衡咱的心。我们可以去学习，但傣族人不好三种情形，一种叫做无为无恼无劳，什么叫做无为？他讲无所住，就是伊个心嘛，就是不拘功。哦，那你那讲，照咱傣族人就是教过众生，伊无拘功，甚至伊会当包容，伊无限量，伊阁照过咱所有众生，哦，伊无任何疏漏。啊，所以咱会当去学习去大家。吼、哦，咱讲一个鞠躬就好啊。上这个鞠躬来讲，有诶，咱人够有鞠躬的心，但我们讲不要鞠躬，可是我们没有鞠躬的心，有。啊，这个卖噶，唔免。好像简单的啥，迄小朋友吼，人伫学校，老师讲有人吃玻璃，吃到清气，老师一句话，哎呦，谁呀、啊？哦，这个玻璃擦得这么漂亮，谁呢？谁一个小朋友擦的呢？可能老师连这句都拢都讲，小朋友都冲出来，老师，我是我擦的，所以鞠躬哦，所以这个不用教，这是在咱的意识里面的，我们累世根基累世以来，咱所囤落来物件，咱要甲去掉，哦，这是咱意识来的，咱一层一层一层要去掉掉哦，好，所以来，咱去看这，啊，请注意看，来，咱看。这黑白的这个交接里面有几个黑点，敢算得出来？敢算出来啊？几个黑点？啊，敢有黑点？无。咱敢有看到？无。拢无看，奇怪。可能房啊伤大。来，这种如果说是在我像同学在现在电脑上面看的吼，其实也有这点。你要招来招去，招来招去，因为今晚风较大，所以你是不是看到它一刷一刷后背安尼掠有无吼？如果屏幕比较小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点在那边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啊，虽然今晚快点进去修，搞掉，一波掉，它是没有点的。所以世间上有很多东西是无中生有，是吧？无中生有，所以有人讲，那你那边。上简单话啦，做代志去用误会，敢会？敢会不准？你敢爱饮料？爱饮料，爱饮到啥物程度？第一届饮来，第二届饮来，第三届饮来，好啊！我以前若一届我都讲袂了啊，我即摆五届，五届叫嘛少进步啦，我是讲嘛五届了啊，崩出来嘛进步，但是五届啊崩出来了靠崩，有嘛？我阿妹在咧想我啥物程度咧？哦，喉咙敏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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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喉咙
哦，阿耨多罗尼法叫六度，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六度波罗蜜。夏龙姐上面叫做波罗蜜。东彼岸，东彼岸，波罗蜜，颠彼岸，波罗蜜。到底是波罗蜜吗？是不？所以你那边有东。